幸福触手可及，热巴海边表白送礼，竟火遍全网，黄景瑜都懵了。提到最新最甜的剧，应该就是由黄景瑜、迪丽热巴主演的《幸福触手可及》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热巴的事业正在往好的发展，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周放品牌有质量问题，周放又陷入了危机，就去万丰集团，想让黄景瑜以公司为先，不要顾及他。可是两人好不容易经历了一个小车祸，都知道了眼前之人对自己有多重要，两人都太在意对方了，所以这件事就先缓一缓，不敢争吵。因为之前分手就是在热巴知道黄景瑜和露娜又传绯闻时，当场大吵了一架分手了。还有热巴帮助前未婚夫汪泽阳还钱的事被黄景瑜知道了，两人又因为失去理性大吵一架，幸好有妹妹宋洛这个神助攻，让两人独处一室和好了。这一次两人就来到了海边想办法解决。突然热巴表白黄景瑜一句话，那就是因为我在乎的不是在外雷厉风行的你，而是完整的你，瞬间火遍全网。黄景瑜都懵了，可能导演都没有想到能这么火。